Elva 萧亚轩十六日晚跟好姐妹在家开趴，几杯酒下肚后，就在深夜时刻开了直播，听着周杰伦的歌，边唱边喝，这声音怎么了吗？要怎么我真心每次在 KTV 都会唱周杰伦的歌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深夜开直播， Elva 以为会没有人，但观看人数迅速冲破万。他除了带大家逛他的豪宅，更看到一票喝醉酒的姐妹，还承诺人数再多就播新歌给大家听，率真个性完全展现。接着他开始跟观众聊天，有网友发现他腿上的大淤青，他还耐心的跟大家解释是体质的关系啦。而被嫌脸太瘦，他说胖一点比较好看，去打一点那种填充物。接着他竟然捏着自己的鼻子开聊大家最好奇的整形话题。我跟你讲，我真的为什么每次每人讲我整什么，我真的没有，就这个也没有，然后什么都没有，然后但我很想要做一点这里。缝双眼皮是大家都知道，缝双眼皮是大家都知道。妈呀，这话题真的是百无禁忌。看到电视荧幕播放自己以前歌曲的 MV， 他对自己当年的年轻外貌大感惊讶。整场直播历经一个多小时，大约在凌晨三点半结束。有的网友认为看到大明星真实的一面很棒，但却有负面声音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